肺癌是现今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两位肺腺癌第四期的患者为什么都选择参加临床试验？转到骨头了，所以是第四期。肺癌如果是第四期了，整体的这个存活其实可能都没有办法很长。临床试验是白老鼠实验还是癌症患者的曙光？智慧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临床试验知多少。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讲到肺腺癌呢，大家可能想到歌后凤飞飞或者是善国喜书记主教，他们都是因为肺腺癌而往生离开人世。而肺癌呢，是我们癌症呢第一大的死因，而肺癌真的是非常很难早期发现，当他发现时都已经晚期了。所以呢，除了常规治疗以外，常常需要临床的治疗。在经过今天的实验临床实验主题之前呢，我们针对观众朋友所 call in 的问题，请专科医师来回答，请。请问医师，常常抽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一般常见的抽筋啊，肌肉僵直啦，或是说因为天气冷热的变化，或是甚至因为药物像利尿剂的影响所引起的一些症状。第一个就是在抽筋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小腿的脚板然后扳直，然后速度也不要太快，免得说发生二度抽筋。预防它的发生可能比较重要，就是保暖啊，或者是说在睡前我们就用热水来泡脚，这些都是很好的预防的措施。第二点就是可能如果反复的发生这些抽筋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警觉性，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疾病造成，那这时候可以去寻求家医科医师，我们做一些问诊去找出可能的原因来做最好的处理。医师提醒您，预防抽筋要注意保暖，一旦抽筋时可将脚板慢慢扳直以缓解不舒服，如果一天内连续抽筋三次以上，请到家庭医学科就医。仁医知科室解答你有关医疗的问题。在节目进行之前，为您介绍坚强抗疫团队，首先是血液肿瘤科的朱松照医师、吴义峰医师、黄威汉医师以及吴明芬护理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扣印0385613337。当然今天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的王卓甫主任来到我们现场。王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王卓甫，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主任，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一届的毕业生，毕业后有感东部地区医疗人才缺乏，于是决定留在花莲服务乡亲。王卓甫常参与仁医会义诊活动及居家访贫，落实社区关怀。他本着医病又一心的理念，陪伴病人一起走过抗癌岁月。王主任哈，就是今天主题是肺癌嘛？那肺癌是怎么样发生的？肺癌其实一般来说是就是我们讲肺部的肿瘤，那其实是在肺部的这个细胞如果产生了一些病变，产生了恶性的变化，那它具备了所谓的侵袭性跟转移性，我们叫它肺癌。那它的高危险群是什么？一般来说肺癌其实跟已知的危险因子其实就是抽烟啦，那像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空气污染或者是像一些油烟的这些因子都有可能干扰到。那不过现在因为大家民众对于吸烟的这个意识已经慢慢提升，对于身体的健康的注重，那其实吸烟造成的肺癌稍微在下降当中。不过肺癌仍是我们最常见的癌症的其中一种。当然吸烟是非常重要的致癌因子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禁烟嘛，所以有点疗效，当然其他的因素不能忽略了。当得到肺癌，当然要积极的治疗。如何积极的治疗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维西亚。多年来没有生过大病的谢怡珍，从未想过癌症会早上升，这样的结果让她很不能接受。医生就跟我讲说，因为是转到骨头，所以是第四期。然后我就那个眼泪就像那个坏掉的水龙头一样，就没办法停下来。人生高峰期被医生宣判罹患肺腺癌，谢怡珍的人生从此陷入黑暗期。
消息之后是脑袋一片空白啊，辗转难眠。因为他有时候是抽痛，他还有点像抽筋那样，痛的时候就会比较悲观。癌症至今仍是难缠的疾病，面对最坏的结果，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才是当务之急。谢宜珍收拾心情，选择勇敢面对，参与肺腺癌临床试验，积极配合医师拟定的各项医疗计划。这个是慢性病啊，我是认为它是慢性病而已，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绝症啊。接受啊，接受这个事实啊，就准备医疗这样子啊。还没有上市的药，可是有用的话，那说不定对病情会更好。那、如果没有用的话，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没有反对。这样会痛吗？也都还好。继续吃，开始继续吃，别的地方都控制，反正全身的免疫力全，然后控制一下。其实你用的药一开始消很久。对，目前也在还好，是那一点。自罹癌以来，谢宜珍跟随着医师特别为他制定的个人化疗程，让病情获得良好控制。实验性质做的没有效用，还有后续可以补强的。参加试验所会、用到的这个药物，其实是都是在。实验室的研究，或者是动物实验，或者是前驱的第一期试验、第二期试验有得到不错的效果的药品，才会拿来运用在真正我们治疗患者的这个身上。只要体力许可，自家外头的山间小路都可以看到宜珍努力运动的身影。就是要长期跟他治疗。不是需要靠药物，生命是老天在注定的，生活是我们在掌控的，我们要生活，不要为了生命在那里在计较。上来下去，不然就到灵潭了，那环塘步道那边就是走一走的，对吧？所以就是感觉到很像比较有活力吧，就比较不会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像懒懒的不想动。就是可能疼痛影响很大，还有就是痒，那就是副作用影响不太大。可是我觉得很像，也就觉得说就是还是要勇敢的走下去。罹癌后主动积极治疗，乐观且正向面对肺腺癌。这次的抗病历程让他更懂得珍惜生命。在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参与临床试验，它其实反而可以给病患更多的保障，是在整个照护的过程中，现有的这个治疗的基础上面提供额外的治疗。你说还稳定，但是我们要做这个断层。这个也是这个月最好的状况。真的，这应该是跟我们标靶的药物的副作用。对，就会觉得就是这个让我没办法睡好。就大概再用一些药物来帮忙处理一下。是很温馨的，就是陪到我们回家嘛。陪到我们回家，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到医院还蛮，就不会觉得说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来就要看，就要去看，对。治疗的过程，他如果接受不管是标靶治疗或者是化学治疗，都还是有可能带来一些不舒服。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很需要各个包括医师、包括护理人员、包括各管师，如果在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合作，这个团队合作，能够为患者达到最好的所谓照护的过程，那才能够为病患减少这些症状。医师与临床试验团队的协助与家人鼓励，是宜珍与病魔拔河的背后最坚强的后盾。王医师，那肺癌的死亡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实绝大部分的肺癌在诊断的时候，大概都是已经影响到肺部以外的器官，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期或者是转移性的这个癌症。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
在疾病的症状跟所谓疾病影响的进程，其实都可能造成快速的恶化跟病患的生命的危险。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状况，病人其实存活期其实常常是很短的。对，所以他所以发生率虽然是第三，可是他死亡率却是第一嘛。那我们当然想要知道说有没有什么先兆可以知道先期的症兆。一般肺癌的这个症状其实绝大部分都还是呼吸道的症状，其实说一些像慢性的咳嗽，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咳血、胸痛，或者是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个症状。不过这些大概都是一个不是那么特异性的症状，所以常常病患在发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去寻找医师协助的时候，诊断常常都是已经是第四期的肺癌。对，我知道谢小姐是转移到骨头嘛，那肺癌哈比较容易转移到哪些器官呢？其实肺癌是一个蛮容易转移到其他身体各个部位器官的一个癌症。那最常见的其实像骨头，像我们讲肾上腺，其他的像肝啊，或者甚至脑部，其实都蛮容易影响。所以它随着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进展，其实也有可能带来相对应这些器官的功能的影响跟症状。所以其实它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它治疗方式有哪些？一般来说肺癌最主要的治疗其实是手术的治疗。那手术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它是针对肺肿瘤的这个部分，如果可以开刀来切除的话，那当然第一个药物就是把它用手术的方式切除。那如果不能切除的这个病灶，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像其他的局部治疗，就是放射线。那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那我们就可能要考虑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像化学治疗或者是标靶的药物治疗。那我知道谢小姐参加临床试验嘛，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临床试验呢，它安全吗？一般来说我们提到临床试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顾忌，就是传统大家觉得好像试验就好像就被研究啊，当白老鼠。其实这是过去大家对于临床试验的一个恐惧了。那其实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临床试验的要求其实是希望说这个研究能够在一个良好的设计，保障受试者的权益，那希望这个试验能够务必要成功啊。所以其实会参加临床试验的这个状况其实不只是病患，我想包括试验的设计的这个医师，包括研究这个药物的这些研究人员，包括参与照顾病人护理师，其实大家都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对，才能为各位这些病患能够带来最好的一个结果。难怪他谢先生还说反正照顾更完整嘛。可是那临床试验跟常规的治疗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其实临床试验其实我们讲大概就是用所谓的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的方式来针对这个疾病做治疗。那这些药物或治疗方式其实大部分都已经经过了所谓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或者是动物实验，或者是其他的前驱的试验，证实它的疗效以后，我们才会真正用在人体。那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它会希望说我们在一个公正而且客观的状况之下来把它研究的成果呈现，所以会在治疗的过程跟试验的用药都希望做到最踏实，那检查跟检验都能够做得最完整，追踪跟后续的处理都能够务必要按部就班做完成。所以这样的过程一定是比所谓常规的治疗更紧密啊紧凑，那也一定会希望说每一个受试者都能够从头到尾每个步骤都不会错。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对病患会获得最大的这个利益跟保障了哈。那谢小姐我看她还在爬山还在运动，运动对这种癌症是不是有一些治疗的效果？我想对于这个所谓的癌症的病患，我想运动一定是对于体力的维持啊，跟他所谓的耐力啊跟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都有一定的好处。那当然谢小姐的状况当然必须考虑她骨头转移的部分，其实还是需要适量来做运动，应该还是要做一个小心。
那其他当然对于生活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起居这些注意，我想都会是需要去着重的。对，刚才看到哈有身体有新的变化，就请教医师了哈，是药物的作用呢，还是其他作用？其实医师会来跟你们说明的哈。但是刚才提到哈，有时候他们到已经咳嗽很厉害，甚至咳血，甚至于呢都积水了，喘起来了，才发现曾杯杯就是这个案例，我们来看。警察是曾北北一生的职业，一辈子保卫民众安全的他，一直到退休都很注重身体的保养。从开始当警察到现在，除了不康，蛮健康，100%，跑马拉松第一名的。在一场感冒造成了胸部不适而到急诊就医的曾北北，竟然检查出罹患了肺腺癌第四期，肋膜积水，那造成他的呼吸跟这个活动的这个限制，所以他主要的症状一开始还是蛮喘，他活动非常的不舒服。肺癌虽然在国内发生率排名仅第三，死亡率却高居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平均每一天约有20多人因为肺癌过世。就像我们这样很健康的，突然给你宣布说癌末的话，好像没有办法去接受。一直都会暗地里不要给他看到，就在哭啊这样。那如果是第四期的这个患者，就是表示这些病患的肿瘤已经影响到肺部本身以外的器官，就是转移的话，那当然就只能考虑全身性的治疗，而不是手术这种局部的治疗。肺癌目前没有早期发现的筛检工具，许多人发现有咳嗽、咳痰带血，或者因为胸痛、吞咽困难等症状而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多半已经是晚期，无法开刀治疗。我们还是很希望为这些患者找到更好的治疗，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这个曾阿伯能考虑参加新的试验，来为他的疾病更努力做更好的控制。厉害的时候，肺部整个就是有一些肿瘤跟那个水一开始听到自己罹患肺腺癌第四期，曾北北十分绝望，但在家人鼓励下，他选择相信医师和医疗团队，主动积极治疗，参加肺腺癌的临床试验。我们就完全配合，是很好了，因为很仔细的在检查各方面，好像从脚到头通通都检查。这一边还是稍微比较弱一点。会痛吗？酸痛？没有，不会了，不会酸痛。这个上面都还。从这开始呢，我就鼓起勇气啦，要鼓起勇气啦，我说一定要站起来啦，不能倒啊！我说不能倒，我要就这样，就这样慢慢的站起来了，这样。医疗的进步日新月异，常有许多新的用药在做临床试验。历史上有许多的医疗进步都是依靠这些临床试验累积而来。我们就顺便追踪，其实都还不错了，看 X 光就知道，还蛮稳定的。因为这种是很毕竟我看你现在精神都不错，我这样其实陆续这样控制，主要是说我们这样用药有时候要调一调，之前就很辛苦了。对，用药有时候要调整，看你的状况，如果说这个效果不好，或者是抗药了，我们这样怎么调整。如果真的中间不舒服，随时过来，就是随时来门诊，这样看有需要就提早，没有关系。癌症漫长的治疗期考验着曾北北的耐心和毅力，医疗团队用专业一路陪伴与鼓励，爱与关怀让医疗不只是医治身体，也可以疗愈心灵。大家都每个月来我们聊天来聊天，对，这个继续加油。看你这样这么有精神，就比较有信心，没问题，再多加油。他一直鼓励我，当然我要一定要关心，要关心他，很重视他。很关心他。对啦，很好了，真的他很好，他服务很好。曾北北是因为肺部积水才发现的，肺癌这么难发现吗？其实肺癌刚刚提到，其实他的症状一开始可能是比较没有特异性，像咳嗽啊，就是胸痛啊，胸闷，
或者是有时候呼吸比较急促，那常常大家以为是比如说感冒啊，这个或者是什么像一些不舒服，好像吃药后来好一点，所以其实要早期来发现这些肺腺癌或者是我们讲一般的肺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那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低剂量肺部的断层这个有帮忙吗？可以筛检出来？传统对于肺癌的这个所谓筛检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早期做所谓的 S 胸部 S 光，或者是做咽痰的这个筛检，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找到早期的肺癌。那后来有一些研究来做所谓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摄影，那目前看到是其实对于所谓的高危险群，就是抽烟抽比较多的长期抽烟的这些患者，其实是可以对他们也有帮助，可以找到早期的肺癌。对啊，但是对于那一些其实并不是高危险群就是不抽烟的这些患者其实反而帮忙有限，所以目前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研究来找到更好的更有效的这个筛检方式。常说标靶治疗好像有效呢，肺癌有没有哪些标靶治疗可以治疗？其实肺癌其实是一个所谓癌症治疗在这几年其实有一个很显著的进步，像传统肺癌的治疗过去在第四期全身性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所依靠的是全身性的化疗，那后来慢慢经过一些研究发现，其实肺癌其实不是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可能还是要去根据它的所谓细胞的种类来选择治疗的药物。那在这几年后来又再多了一些发现，就是针对于某一个族群所谓的肺腺癌的其中一小个一部分的人其实是带有某个基因的突变，那的确针对这群人我们可以用所谓现在的一个新的药物，就是所谓的标靶治疗，那可以对于这个细胞的控制更好，疾病的状况能够达到更快的这个缓解跟更好的抑制的这个肿瘤的效果。哪些人可以适合这些临床试验？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讲一般的临床试验来看其实是就要看这个试验本身它设计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哪样的这样的疾病啊。那像曾佩佩跟刚刚的谢小姐，其实他们参加的试验是针对所谓肺癌的试验，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状况去考虑他现在的用药啊，跟所以他的体能的状况来决定。那通常我们至少会包含基本最主要的治疗，那再加上可能现在所要目标研究的这个新药来做一个治疗。对，我们知道这些临床试验都不需要花钱嘛，而且我们也常常看到在临床试验，刚才曾贝贝或谢小姐我们的临床医师就常常去鼓励他们，就是鼓励他们跟这个疾病奋斗，而且很多的化疗、很多的放射治疗、很多的标靶治疗，他们的交互都可以使用了。今天非常谢谢王医师这么精辟的解释，谢谢。为了照顾社区的年长者，台东慈济医院于三年前和社区邻里合作成立关怀据点，透过课程教学与带动，引导长者察觉自己的健康，并强化自我照护的能力，让年长者在晚年仍可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本周智慧人医守护外，台东慈济医院要和您分享如何让社区长者动起来。